东森气象主播王淑丽，被气象达人誉称是非专业出身的专业气象主播。他播报气象不只是传达资讯，而是设法让气象更贴近每个人的生活。他2015年起连续4年获选最佳气象主播，从他的脸书有60万的粉丝在追踪，就可以看出他受欢迎的程度。王淑丽虽是阿妈带大的，却拥有开朗的性格。他知道人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所以不给自己设限。所以说，虽非专业出身，却把气象播成自己的专业，挑战攀登台湾最高峰玉山，只为了帮偏乡的国小棒球队筹措经费。认真的女人最美丽，用心的生活最美好。今晚王淑丽要与大家分享如何用心生活，开启生命智慧，让自己在细微处能体会世界的美好。且让我们一起聆听。Hello， 慧中市云讲堂的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吉祥，我是淑丽。这次呢，非常特别在云讲堂跟大家见面。我们知道呢，之所以会在云讲堂跟大家见面，都是因为呢，这新冠病毒这个疫情的关系，因为呢，让我们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保持安全的距离。而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一次在新冠病毒肆虐的全世界。在全世界呢，有超过300万的确诊病例，那么这其中啊，就有25万人，已经超过25万人在这一次疫情当中不幸的死亡。我觉得这是我们在这个世代里面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想象的事情，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而在这一次的疫情里面，夺走了这么多宝贵的生命。然后我们在国外看到疫情的严重，看到了人生的生离死别，所以其实，在整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呢也都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坦白讲，淑丽也是在这一次疫情当中的受害者。怎么说呢？其实这受害者就是阿瓜不坏都出去爬爬够啊。如果知道我的气象的观众朋友，或者是有收看我气象的观众朋友。啊，拢怎样哈？就是我每个礼拜啊，都会出去气象爬爬够。那么因应啊，这四季的变化，这个季节的变化，然后告诉大家，哎，这个季节啦、啊，到底有什么好吃的蔬菜水果，有什么好看的花海。但是呢，从哈、哦，哎，印象中是从这个去年底，从这个总统大选开始哈、哦，啊，我就被禁足了。啊，是啊，总统大选是因为呢我们人力不足啊，所以就被禁足。结果呢，好不容易选举结束了，哎，想说我应该也在出来啊，结果我继续被禁足到现在。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关系。因为哈、哦、这个疫情啊真的是让大家很紧张啊，然后呢这个公司就觉得这个时候鼓励大家出去哈、哦、啊，你每次去的地方啊啊都哈、哦、人就一堆哦啊，这样子也不太好，所以其实我大概呢，应该是我在东森气象10年哦，那气象爬爬够呢，差不多将近八年九年的时间，哎，我有史以来哦第一次被禁足这么久，哎，都已经快半年了，哎，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其实啊，这个我们说这个疫情要隔离啊，然后要增加人跟人之间的社交距离，那么也因此大家呢没有办法呢真的很放心的到户外去。虽然在户外啊，其实坦白讲只要人少的话，哎，是健康的，对不对？而且我觉得到户外呢，你到农场去啦，然后到大自然去，这个呼吸芬多精，然后新鲜的空气，其实对健康是有帮助的。但是呢，真的很怕，就是说，万一一窝蜂大家都挤到那边去的话，那也会是一个防疫上很大的破口跟很大的风险。所以啊，在经过我们整个新闻部，然后在开会讨论之后，我们就决定啊，来推出一个单元。相信呢，这一个月来就这几个礼拜啊，如果天天都有锁定淑丽的气象，就知道我们推出什么样的单元。所以接下来呢，今天我的讲题就是用心体会美好世界。虽然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长了，但是呢，其实我们的心
都是在一起的。那么尤其呢，这四季的变化，尤其在春天，这春暖花开，也许你没有办法前往这个现场去看这美丽的花朵，但是只要你用心体会，你永远跟美好的大自然在一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带大家一块来看看，在台湾现在这个季节，尤其呢疫情发展这么剧烈的这一段时间，刚好呢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所以啊，其实呢，淑丽呢，就透过了这些今天啊来告诉大家，新冠病毒到底教会了我们哪些事情。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其实呢，我发现啊，这个用心体会美好世界的单元推出来之后啊，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体悟，就是我们真的要好好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因为当你失去了之后，你才会知道原来我们所原本拥有的是如此的珍贵。所以我们就要来看看咯。其实这几个礼拜下来，我真的非常感谢哈，署里好多好多死忠的粉丝朋友们。那么很多人呢，其实啊都是摄影玩家，你知道不？所以啊，以前啊，署里有一个单元叫署里界分享，后来这个单元停掉了，还好呢，这些粉丝并没有因为这样就离开我。所以因此我们这次在推出这个用心体会美好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哎，署里无法都出去啊，然后你也不敢出去啊。那如果你有到外面，尤其呢你用相机拍下了你眼中这美丽的花海，这美丽的风景，你把你眼中的美好世界传照片给我们，那投稿过来，我们帮你分享你的美好世界给所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所以啊，你可以看到啊，这照片里面有没有，哇，好多这个死忠的粉丝啊，还有这些摄影玩家就投稿来他们的照片。你看那个照片里面真的非常的美，像比如说彰化竹塘的木棉花，有没有，当夕阳啊，照映在这个木棉道上面，你看看这个美景。也许你曾经去看过这里的木棉花，可是呢，也许你走马看花，你不曾发现说，哇，原来这里这么美啊。那另外呢，你可以看到现在啊，莲花的季节也来了。那么台南白河啊，已经有莲花喽。虽然啊，现在大概只有两三成左右，可是呢，你看看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而且呢，这个还非常纯净洁净的美感，也让大家看了莲花之后，在这么热的天气里面，你就会觉得哇，清新不少。那么另外像是这个鸢尾花园啊，其实也都是农场主人非常非常用心在经营的。那还有啊，你看看还有这个花旗木，很多人不知道说，哎呦，什么是花旗木啊，哎，是人参哟，不是啊，我跟你讲，这个花旗木呢其实就是泰国的樱花，你也没看过，是不是有很多人没有看过呢？所以啊，借由我们这个用心体会这美好世界，你就会发现说，哇，这个季节原来有这么多花，这么漂亮的花啊，已经开了耶。甚至我觉得这个单元啊，还比这个署里气象爬爬够好哎，因为署里气象爬爬够去的所在，一礼拜才去一概念，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啊，用心体会美好世界，每天介绍。啊，每天呢，网友啊都投稿来他们这美美的照片，也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现在啊，在台南有莲花，然后呢，在苗栗桐花已经啊盛开满开了。另外，你看哦，这个有时候露水。我们就常说了谁会真的很早起好好去欣赏一下露水，没啊，对不对？每当你起床的时候啊，这个露水早就已经蒸发了。可是呢，你看看我们宜兰啊，这赖宏涛，他就用啊这个显微摄影把这个露水啊这样拍下来，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哇，原来清晨啊这个露水透过这个显微摄影居然是如此的晶莹剔透啊，那感觉你好像看完了这个照片，你好像整个人啊就被这个露水啊洗涤过一样，你就会觉得今天真的好，很棒，很美好，
人生就是如此无限的美好，不是吗？所以啊，其实呢，要先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虽然哈、哦，我喜哦，这次疫情啊也算是受害者，可是呢，哎，透过啊这个用心体会这美好世界，我发现呢，我也跟粉丝朋友们，然后跟这些投稿的朋友们，距离啊也拉短了，因为呢，借由他们的镜头，借由他们的照片，我的心也跟着前往了那个地方去神游，哇！哎，说实在的，你真的当用心体会的时候，你也会觉得你的心豁然开朗，就不会觉得说，哦，好像被隔离啊，好像就只有窝在这个端小小密闭的空间里面。不信哈、哦，如果说你还没看过我们这个单元，我会建议你接下来哈、哦，哎，不妨啊，你可以看一看啊，说不定啊，其实我很快哈、哦、也可以解禁了。我们希望这个疫情呢，赶快的就能够趋缓下来。好啦，那么用心体会美好世界之后呢，淑丽还要跟大家来分享，这次新冠病毒还另外教会我们哪些事情呢？其实我觉得还教会了我们，什么叫做自私，什么叫做无私。我们可以知道哈、啊，刚开始的时候啊，然后这个疫情刚发展，哎呦，大家吓坏了，就觉得说哇，这个病毒很严重啊，然后还要被隔离呀、啊，然后甚至还要封城啊，那么大家人心惶惶。那么坦白讲，因为呢这个病毒以前也没有出现过，现在也还没有解药，没有人知道它会怎么发展。那么所以呢，很多人啊，有没有一开始啊，哦，大恐慌哦，赶快囤积物资哦，啊，你都不知道说为什么哈、哦，嘿，那个泡面也被搬空了，矿泉水也被搬空了，卫生纸也被搬空了，不是只有台湾这样，全世界香港都是如此。可是呢，我们再来看看，其实呢，当呢这个发展到一段时间之后，淑丽从新闻上面就看到了。其实开始在这个波兰跟这个德国边境，哎，有人开始把这个家中的物资，甚至去买这些矿泉水，然后呢去买这些物资放在这个公路上，放在这个公路的这个哈、哦、这个护栏上面。为什么？因为我分享给真正需要的人。哎，我也没这么多嘛，哎，我吃的也没那么多，我用的也没那么多啊。可是或许很多人他买不到啊，他有需要啊，所以呢，我把我不需要的物资，我甚至呢花钱来买物资，我提供给真正需要的人。那另外呢，你再来看看这全世界的医护人员，说实在的，现在呢整个新冠病毒这个疫情啊，现在开始有点被控制住了。可是呢，当我们在享受这一份安全的时候，在这前面是有多多少少的这个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防疫的英雄在为我们拼命，在为我们打拼。所以呢，我们从新闻当中呢，你也可以看到，尤其呢，国外这些医护人员，恭喜在我们台湾算是呢，哎，很有警觉，而且呢，我们台湾的医疗资源，哈、哦，真的是非常非常比国外都好。我们真的是很幸福的一群。可是呢，这一次在美国，在欧洲，你可以看到整个疫情完全大失控，然后呢，这些医疗资源完全没有办法应付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然后这些医护人员真的是牺牲了他们的生命。然后呢，就算他们恐惧，他们不害怕吗？他们更怕啊，因为他们是完完全全直接接触病患的人，完完全全直接接触病毒的人。可是他为了大家的安全，为了这些病患的健康，他没有选择的。所以我们也看到了，他们是如此的无私奉献。你看到啊，做新闻当中，他们也举牌，你们不要再出来了吧。你看这次在西方的世界，他们完全没有什么防疫，他们戴口罩，他们不戴口罩的。那他们呢，就算在刚出疫情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大家也觉得没什么，一样出来啊，吃喝玩乐啊。可是呢，这些呢医护人员他们很紧张啊。他说，我为了你们大家，我坚守在我的岗位，我为大家留在医院里面。可是我拜托大家，也为了我们，我希望大家留在家里好好的隔离吧。那么这样的一份大爱，这样的一个无私，我们透过新闻，透过他们的举牌，我们感受到了那一份自私跟无私这中间的界限。
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尽管呢，在这个疫情这么恐慌的当下，在这么令人无助的当下，可是呢，在西方人的世界里面，他们显现出来的是一个爱跟乐天。就算在这个病，在这个病床当中，在这个病房当中，病患是如此的恐惧，是如此的无助，可是这些医护人员，他们还是提起了勇气，然后呢，哎，你可以看到，为这个病童啊，一块来 Happy Birthday 啊，来庆生，甚至我们从新闻里面也可以看到，这些医护人员，他们自娱于人，他们呢在唱歌，他们在跳舞，他们舒缓自己的压力，舒缓自己的紧张，同时他们也希望病患们也能够呢。不要紧张，也能够舒缓他们内心的压力，带给他们快乐。所以我觉得这次的这个新冠病毒教会了我们很多事情，什么叫做自私，什么叫做无私的界限。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虽然呢在这次的疫情当中，我们知道要隔离，甚至我们跟人之间要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我们的距离被拉长了，我们也许没有办法接触到我们想去的地方，我们失去了自由。可是我会发现，当你失去自由，不代表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就如此这样漫长的被拉远，其实我们的心就更近了。怎么说呢？我们来看看哦，在这一次的这个疫情当中哈，我们发现呢，有一个行业反而蛮红的，那就叫做网红。因为呢，不管是西方世界，或者是在台湾东方世界的这个所有的人们，不管他是不是网红，我发现因为被隔离了，你没有办法外出，所以你就要怎么样？哎，你反而呢，就需要透过这个网络媒体来表达你内心的一些想法，你内心的情绪，你内心的这个你想说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也透过了这些网络的这个媒体，我们也了解了在当地，也许离我们真的很远，远在这个欧洲，远在美国，那么远在这个英法，甚至远在大陆，我们都可以看到呢在当地疫情的情况，最新的报道。可是呢，我发现我们每天一直看着新闻，每天都是疫情疫情疫情，说实在的，这样的疫情的新闻真的是让大家压得吼哦喘不过气来，你知不？啊，我愈看愈紧张啦。然后呢，原本不焦虑的，啊嘛无代志，我没染病啊。啊，不过吼，你光是看每天的这个新闻媒体的报道，就会觉得说啊，好无助哦，好紧张，好焦虑哦。所以呢，这一阵子啊，就是坦白讲哦，这个心理医师啊，听说线上门诊啊，哎，真的是应接不暇。然后我们也看到各行各业都受到很严重的冲击跟打击。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在网络上慢慢的有些人开始在散播正面的能量，正面的力量。我们可以发现像有一些艺人，他开始呢作曲，开始唱歌，然后呢开始有一些网红，那开始呢也在这个他们的节目上面，然后开始散播一些这个正面的节目，正面的这个能量，希望能够化解大家的紧张。然后像熟丽啊，就有一些这个偶像的，我的偶像啊，哎，如果知道的人都知道，我的这个偶像的这个歌手啊，在加拿大的这个 Michael Bublé。 那因为你知道在国外啊，他们这个被隔离嘛，然后必须 stay at home 在家里，而且他都不是只有这个7天14天啊，20几天的哦，他们那是整个月哦，哎，整个月，一个月两个月啊，你都必须哈，待在家里，尽量不要外出，能够不外出就是不能够外出的。那你 stay at home 在干嘛呢？你是关在家里，你是不是很无聊呢？哦，你要每天呢就窝在这个寸方啊，那这个几平的空间大小里面，那你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就发现呢，开始这些艺人啊，像 Michael Bublé 跟他的老婆，就开始每天直播。
啊，大刚直播哈，哎、啊，看上面会你知不？哎、欸，每天呢就到教大家哎、欸、一起来唱歌啦，啊，聊聊一些他们居家的乐趣啊，比如说呢夫妻两个人呢在家里啊就会开始呢烤饼干做面包，然后呢就会做一点呢这个运动。有没有？虽然在家里面哈啊，你不能够出去运动啊，不能够出去跑步，啊，个运动很重要啊，因为你要增强免疫力呀，对不对？所以你就发现你有很多的这些运动家，这运动选手们，然后呢，他们没有办法出去训练，他们就在家里训练了。然后呢，很多艺人呢就在家里开始做运动给大家看，很多网红呢也在家里做运动给大家看，煮菜给大家看。坦白讲，透过他们这样传播这些比较正面的、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能量出来，然后我觉得看到之后，我也觉得说，哎，我也被感染到了。虽然台湾的疫情没有这么的严重，可是你可以想想看，那些真正被隔离在家的人，其实他也被感染了。或许呢，看到哎。有人在这个网络上啊，开始啊，one more two more做运动的时候，对呀、啊，我也可以在家里做运动啊。哦，那我在家里，我也不是整天看电视啊，看到越看越紧张。哎，我也可以哈、哦，哎，来做做饼干，来做做面包，我也可以唱歌，分享给大家，是不是？所以我们就发现，这样的一个正面的能量的散播，其实也缩短了我们人跟人之间心的距离。然后呢，我现在要来介绍的就是啊，哎，这个你现在在画面呢、啊、上面看到，就是这个好莱坞啊非常知名的演员，同时也是一个电视的制作人，也是一位导演，叫约翰卡拉辛斯基。哎，这约翰卡拉辛斯基啊，如果说呢，哎，你啊看电影啊，或者是看电视剧认识他，他在美国好莱坞可以说是相当有名。然后他也被隔离在家，那他做了什么呢？哎。他哦，就突然开了一个 YouTube 的频道哦，而且呢，哎，他呢就在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成立了一个 SGN 电视频道，然后你看这 SGN， 哎，那个是用画的哦，这个是他女儿画的。那他这个频道呢，播些什么呢？我告诉你，播的都是一些美好的新闻。他不播疫情的，他不告诉你哦，哎，今天几个人确诊啊，几个人死亡啊，啊，各地哈、哦、各国啊，这个防疫的状况怎么样？伊不会跟你讲这个，在他的这个 SGN 的频道里面，在他的 YouTube 频道里面，他就告诉你他自己呢来选择一些他觉得是在这疫情里面美好的新闻、正面的新闻，然后每天就播个几则给大家看。就没有想到哦，哎，他以前没有开 YouTube 频道了，结果呢，这个频道一播出来之后啊，大红哎，哇，每天呢就是啊几十万人、上百万人在观看呢、啊，甚至呢，他有一些有几集哦，都已经上千万人观看，突然哦就这样整个爆红。所以我说实在的哈、哦，哎，其实真正在疫情当中哦，大家真的那么想看疫情的新闻吗？当然了，资讯性的面的这个掌握完了之后，其实我认为大家真正需要的还是需要这些比较美好的事情，比较好的正能量的新闻。所以为什么他在 YouTube 上面呢、啊、哎，这个一播出来之后啊，整个哈这样爆红啊，上千万人观看。我们举一个例子好，因为呢，他这个哈一播出后，当然就有很多粉丝啊。那么这里面呢，其中啊就有一个小女孩，大家有没有看到画面啊？啊，这个叫我非常期待、非常渴望的这个美国的女孩子。这个小女生呢，她给哈这个约翰卡拉辛斯基呢许了一个愿，什么样的愿呢？她说哦，哎，你的老婆这个 Emily。你的老婆 Emily 是我的，哎，我是我的偶像，哎，我好喜欢她演的电影哦。你这个哦，我可不可以啊，让在你的频道上面看到她？你可以邀请她上频道吗？然后呢，这有什么问题？自己的老婆马上呢就给她就答应了。你知道这小女孩看到哇，她好开心，好开心啊，达成她的心愿。然后她又许了第二个愿望，她说哦。
哎，现在啊被隔离，我都没有办法看到那个百老汇。我很喜欢百老汇的一出这个舞台剧，哎，叫《Hamilton》哎。然后，可是我现在都没有办法去看了。啊，我好希望啊，赶快疫情结束，然后我好希望能够亲自到百老汇去看这一出舞台剧。结果你知道吗？这个约翰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居然动用他的关系，然后动用他的资源哦。你看，他把这个 Hamilton 啊，第一代的演员，当初啊，第一代是演的最成功，然后最 popular 的演员，这些演员呢、啊，其实很多已经没有在演这一出舞台剧了。然后呢，他动用关系，把这些知名的这舞台剧演员全部找来，透过视讯，透过 Zoom。全部大家一起唱给他听，唱给这个小女孩听，你知道吗？就在这个视讯上面，这个 Zoom 上面，然后大家每个舞台剧的演员全部到位，然后唱这个百老汇的这个歌曲，然后给这小女生听。这个小女生看到之后，哇，天哪，不可思议，感动落泪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新闻。坦白讲，我都感动到想哭了，你知道吗？你就会觉得说，这个新冠病毒教会我们的事情还真的不少。你看，其实人的心是不是更近？那反观台湾呢？来，我们来看看。事实上，我会认为这次的疫情是全世界的，我们也在这全世界种种的许多美好的事物上面，我们发现了一件事情：爱其实是最伟大最伟大的力量。所以其实在台湾不是没有做啊，我们的疫情做得比别人好，我们第一线的防疫英雄把我们把关得特别好，都是这些英雄，都是这些职人们好好的站在他们的岗位上尽忠职守，牺牲奉献，我们才能够享有现在我们这样一个安全的环境。因此呢，事实上也有一群人，这一群人看到了这个现象，这一群人里面有作曲家，然后呢也有导演，然后也有默默无名的一群朋友。这些朋友们其实也都是熟立的好朋友，我们都是呢影响力课程的同班同学。我们希望能够呢把爱的力量传播给台湾每个角落，甚至到全世界。所以就有作曲家，然后呢所有班上的同学们大家呢就一起哦，自己作词哦，然后呢这导演呢还找了专业的人，然后还有舞蹈家拍了一首 MV。 这支 MV 呢它的名字叫做绽放，希望透过大家的微笑，透过这微笑的绽放，然后传播这爱给台湾的每一个角落，让大家知道我们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安全的环境，其实都是这些职人们默默地在为我们牺牲奉献的。所以这支 MV 熟立献给大家，你从这照片上可以看到有医师、牙医师，然后呢也有老师，然后也有消防队员，也有空姐，这些职人们然后呢默默地在为我们付出。这里面也有一般的民众，因为他们被隔离了，他们透过手板也表达出他们的心声。虽然我被隔离了，我没有办法出来，我失去了自由，但是我内心还是有爱的。我希望借由这份爱，我告诉大家，我告诉你们大家，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台湾一定要加油，一定要坚守这个防线。所以在熟立的这个讲题的最后，我也希望能够借由这首绽放的歌曲，绽放的 MV， 然后告诉大家，你跟我们都不孤单的，全世界就算被隔离的人们也不孤单的，因为爱是最伟大的力量。我相信最后这新冠病毒真正被打倒，是因为我们爱的力量去打倒病毒，去打倒这个病情的。我相信这世界会再度美好健康起来，而你跟我从这一次的新冠病毒，在这一次的疫情当中，你学会了什么？不要放弃你心中的爱，也不要放弃人跟人之间最美好、最光明、最灿烂的一面。
希望我们共同拥有，也一直永远的把它散播下去。以上就是今天熟立的讲题哦，用心体会这美好的世界，也祝我们云讲堂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我们一切都平安，我们一切都健康，一切都幸福美好。拜拜。